你拿刀来，不要说手好，拿刀来，我捅自己肚子给你看。前几天去台东嘛，跟永杰一起，然后今天是新都基金会。我觉得只要是参加公益活动，我都非常开心。有地方让我可以付出，我都觉得很棒。这次呢，除了我身为那个新路爱心大使之外呢，还邀请了我三个女儿加入我的行列，一起当爱心大使。可以分享一下二度当这代言人的这心情？二度当代言人，我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，因为其实去年我是捐100万，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工作确实稍微变比较少一点，所以那个今年我跟我妈讨论之下，她说：“宝贝，你先捐50万，因为还是接下来还有很多那个慈善单位，我们都还是要捐。”所以她就是不好意思哦，执行长，今年只捐50万。非常谢谢。新的节目大概是什么形态？西地想聊，因为大家已经听很久了，现在只剩最后一集，录完最后一集之后呢，就可以那个开始卖到各个平台，大概是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哎。然后有另外一个新节目，应该是12月底会开始录，然后形态也是谈话性的，邀请的人可能就不一定是艺人什么的，素人也有可能啊，我们也有可能。你想来的话也可以啊。怎么样，你还是也是经济状况不是很好是不是？新专辑呢，可不可以透露一下？新专辑哦，我讲每次活动都说什么时候出新专辑，去年的这个新路记者会也说要会出新专辑，明年3月真的会推出了，里面的编曲词曲全部都是我创作的，专辑整个就是会让你扑哧一笑，然后又很有感觉，该笑的时候笑，该哭的时候哭，反正我个人是非常热爱。其实一张照片那个飘出的韵味，要不要解释一下？什么东西？前几天一张照片飘出韵味。我真的不懂大家是怎么回事，你们对衣服的材质有这么样的不了解吗？那个衣服一看就知道里面是刷毛的，所以它就会感觉特别厚啊。而且你们自己不会做分析吗？那个衣服很厚，可是我小腿那么细，怎么会是孕妇？而且脸会水肿啊，脚也会水肿啊，所以有必要这样伤害自己吗？你拿刀来，不要说手好，拿刀来，我捅自己肚子给你看。然后什么？所以我拜托各位那个，不管是媒体朋友还是各位那个观众，很爱在网络上面写东西的人，请你们多了解，那叫什么衣服的材质好不好？我那是刷毛的关系造成的那个误会，我没有怀孕，我不会再怀孕。